麦克风，来两个客人都给你们的，来五百块来，啊，我阿姐讲了，来我爸过来，这阿姐，我爸过来，五百块，我爸弄完未？就叫你过来。不啥话，别变了。来，我爸弄装备了呗，阿婆阿姐讲啊，我爸，我爸，我爸喊了，这一下真正青年工龄两倍。这下你变来了呗？来，别玩，来啥吧？来先。这个叫做啥？我想要点西巴，我是西巴，看那无啥名字啊。来，这边，谢谢。来，来，啥把鱼倒来啊？慢做久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鱼刀卖1800，来500块哇！有大碟无？还是无你大碟？大碟佫高，又大又好，一条偌济？这是个高价，这不是无饲的，这若无饲的，这得150伊啊！所以我系讲这得高价，这有饲哦，但是鱼刀饲袂济啦，哦，饲真金袂济啦。来，有要食卖1800，来500块哇！来500哦！都无饲的都贵啦，因为伊大碟啦。啊，唔过昨天做过只，来4条，来5条了，咱要吃300多，来6条500块，来招头钱嘞，剩下一堆500块，来你坚持，我去杀，来500块，先别吃吧，来300多500，没人坚持哦，300多啊，要是啊，我卖100多500块，没人要坚持，我一个较贪的，没有恁欢喜啊，都唔紧等钱，来500块来，边啊这老大100多会卖钱啊？虽然有钱，真正好吃，但是真正甜。来7条你啊，同款500多来了钱啊，来8条你。买了多，恁吃好贵的吼。8条够不够啦？不够地好无？我只只是咧卖鱼刀咧，我唔是咧卖咸面咧，我卖鱼刀诶。10条你，500块来，4个客人买，赶快，10片呐、啊。来啦，500块啦，要加得来啦，不要加个刷啦。500块来，最好两个人给，我300多。阿姨，你要几分？来起来，500块，最好一个人给300多。来加多几来。老师，安尼袂真正袂了，你就搞我骗啦。来，大哥，500多你。有人无买掉，我是多的吼。来，谢谢。来500块，最好一个人给300多，真正大量。来啥吧？来，大哥要来。喂，拿来啊！看到，来来来，他手不够长。300块。300。好帅！干啥帅？迄拢有物件，迄猪鸡排敢会当直叫我卖卖？啊，鸡排，卡拉鸡腿排。你老公啥？我好。庄景龙买条云吞无？没有了，玉凯，玉凯哦，哦，但不是有留言的对啊，是7包2袋先生，少一点，少一点，来100块，最后一个，他是正常的啦，你们看直播都是一阵一阵的，你们看直播都一阵一阵的，正常的，啊，大姐一个，我们的功用就是随时抠心的，没有了，我们的功用就是随时抠心的，来，猪肉谁要？想办法，想办法，想办法。想办法把他们接触到更多的人，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子。我抢 cash， 我抢没有。来，免五百，免七百，看到这个会爆红。我每一件介绍，你们在脸书看到这个影片，看到要买会那么多人用，是我起头的哦，是我起头。来，4个而已哦，减低吧。来，200块来。我们的工业就是把我们的工业就是把这个方式接触到更多的人，例如说德拉珍女神，最后两位德拉珍女神，我就是想办法把它弄到大家都知道这样子。这就是我们的功用。200块来，你别搞那个呀！啊，有王先生，你刚才忘记买鱼肚。嗯，好，300给我。你走了吗？你走了吗？最后钱都干杯吧，200块来抓一遍，抓没可鲁啦，这是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只有我在拍啦，你开价呢？你去开价呢？好吃又便宜呢。来，黑啊，黑啊！我就是不信邪，我就是来一点，一个摊子弄嘛，可以的。阿哥蛙鱿鱼，我就是不信邪。来，这个是海北黑啊，来抓上面海北黑啊，来拿回来。明天还有鱼肚吗？不会。谢谢，来扣啊鱿鱼来。明天还有鱼肚。对啊，春节过啊。明天会有鱼肚。扣啊鱿鱼，免五百四百，这样还三百，收钱，200块我得。
四个客人赶快拿钱，都要有。对啊，我就想办法。好，你说两个。那么每一次都可以卖光光。好，没有了，四个客人去包了。每一次都可以卖光光，是这样子。来，好，来，来，伙伴，来找钱。来五百的，来，小姐的，谢谢，稍等一下啊。来，先卖。来一千的，哎呀，干姐啊哈，这又要来分分的啊。最近那个人潮，来第一排来，我觉得还好。铁路出牌啦、啊！美女，铁路出牌啊！鞋冲啊我！哇！那王先生，你明天再过来、啊。蒜香米鸡上辈，这么不能存家俩冷半空。明天你们来的时候，看直播的时候再问。应该是，因为明天不是我。一个而已呢。明天你们看直播的时候再问，应该是有了。有了呢。鱼肚。你当修两个啦。鱼肚最近。我请来上辈蒜香米鸡猪排。鱼肚最近都有，鱼肚最近都有。啊，不是上公无柠檬啊。啊。好料，好料。你才说公无柠檬啊，公是修呢。你大约在什么来？看回放，拜神没有看。这样公，哎，不要懵哦。干了，来，我无买着柠檬鸡腿排，来两百块来，最后两个人给无啦，柠檬都，大你拢好哩哦，安尼才千六才八分，伊嘛是要给我千六卖我，两分尔啦，你扣着啊，这真正是大成功无啊，都人生出来。来，各位落这位哦，还等于分钱哈、啊，谢谢谢谢。来，阿古啦，黄鱼哈、哦，黄鱼，等足久啊，开始。来，黄鱼卖俾一千，卖开八百，来五百块我都。说真的，你们赶快，你那冰箱有咯吼，别等于太太冰诶。好各位，唔免去催咩啊，应该是好各位黄鱼，会足贵。今年进来已经几个啊？好各位免讲啊，来五百块来。你怎啊买？绝对无可买。你白位买，绝对无可买。这介绍来五百块来，来这两三只四个人加买来。黄鱼五百块，有人要煎黄鱼嘛？来五百块来，来这边个列队来五百咯。来招几个人加买黄鱼好不好？来五百块来。要要什么？真的还要考虑哦。黄鱼真足贵呢，不是俗的，来五百块。这两三四来，你三个人加买，这边个列队来五百块，三个客人吃。五十给你，来不用1800了，来五百块来，三个人给你，免考虑啊啦。这黄鱼无空，只买一百块买，青菜买只买买了八四五块，来五百块，最后两个人给黄鱼五百块，有啊拢我买来啊。哦，今仔食鱼啊较少来哦，食鱼啊较少哦，好，我滴，食鱼啊较少来着。来卡拉汽水堡来啊，阿铁路猪排一个五。来，要吃鸡腿排，春节无啊？无啊哈！这是劲辣口味的，非常的好吃，但是小块咸，但是这个物件袂咸，都歹吃。讲起来，这也要叫我吃原味吼，我等下传一罐辣椒粉入边啊，加一嘴咬一刀，加一嘴咬一刀。这你拢免传什么粉，胡椒粉嘛免啊，你著真正正正气炸锅，孑然分一杯，配可乐，真正好吃，超香，它是香辣，它不是劲辣。来啦，这样一包这么贵了哦，十几啊，来钓十几的鸡腿排，每五百四百，来三百块，这样每一包全家了无啊？给恁全家吧。我上少搁卖250，这样每一包一样，来200块看能。麻辣鸡腿堡来200块，超好吃的。这个快没货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什么白醋啊？这我七块的白醋啊，我七块三白醋。哦，两位啦，来200块来，卡拉鸡腿排，最好两个人来，小姐要来，来200块一斤啊，六大箱啊，来啊200块得啦，来200块，通通有，你唔知真是个恩师的社会啊，别200呀，你厉害，加个，来200块，怎么了？来200块来，最好200无啊，来这样位啦。我无甲你骂啦，我是甲你讲真实一个现实的社会啦。你太讲我甲你骂呢，你太大佬讲我甲你骂。即系你讲呐，算你有。你若买啥吼，我你即下你甲即个讲好，阿姨就甲我讲你买啥。即个吼就是咱的服务人员。200块来拢有啊，来200块。
孙崇远啊，哎，啊，义工啊，义工啊，表工啊，哎，表工的朋友啦，义工啊，来，哎，啊，盐工够有呢，啥物食盐工五两百，还好啊，陪百好啊，到了做四八二幺，我今摆较贵，啥物食一百块了了，一百块，还好啊，陪拢百好啊，煮姜丝啦，煮米素啦，你蒸都要吃，冬前来五十块啦。好啊，这是最后的礼金了。我不想被老邓来夯了，我想想中景有来，我中景那个人。来卖哪个？老师没有错。哎呀！来巧克力银丝卷。一七你要出门啦？一个人两包，哎，一包二十颗哦，两包四十颗哦，一只偌济？一只我卖你五块好啊，五块四十只偌济？来，请抢答。两百，因为安尼两包四十粒两百，做早顿点心宵夜足好吃。囡仔啦读册无闲，哦，你透早想我开要赶要上班，只了甲等咧烤箱五分钟搞定，搁一杯牛奶，三粒做早顿。这两包你摕对，豆豆仔足紧就吃完啦，唔免两百包，来一百块，三个人买买来。一百，最后两个人。您老师，我是在那边把个单丁烤乳好，兄弟。来，烤完油以后啊，你看看，算你来啊，这也是小搞无？不是你爱讲，你若无搞，我叫公司随在来，公司伫附近俩，滴滴来。来分类。你爱讲什么物件？你都要换好啦。荷花鱿鱼上辈，来接。荷花鱿鱼，来。来，最好是先算一下哦。真正是最好是先我来，六个客人不用买1800，来500块来。我这边还有。无大地，咱讲真诶啊，无大地，但是大家拢搞出出。每一片都超厚的，来500块来，只有六位哦，你们乖一点，来两叠，来三叠，来四叠500，来5叠500好不好？来七叠搁客叠好不好？来六叠哦，你来500块来，500块掏钱掏钱掏钱，你的面掏钱，来500块来四叠，来5叠哦，来七叠搁我哩，来500块六片，一个人拿6片，赶快，来500块来，大哥啊，你气氛得了哈。来算你500块，个人要吃嘛？来三碟，来四碟，来5碟，来6碟哦。来500块，要吃鳕鱼的快一点哦。来4片、5片，来6片，好。哦，虚转的，对不对？来500块来。来500块来。有钱，4碟、5碟，来6碟哦，你。来500块来。来有钱。来慢吃，收下收物件，无人。有给钱的先看物件。都拿到鱼了吗？都开了喂。都拿到了哈。啊，大你有看到无？有啊，伊会招你，伊会招你。咁就对啊，到你家。到你家，你先冲啊，咁一个吹我，你讲六页个。哦，拍谁拍谁啊？不是故意的，鳕鱼很活泼。1000多块鳕鱼，不能怪我。好啦，迄钱麦甲平起，我话。什么物件？虎山麦一定有饲，看济啊少尔，但是你放心，迄饲足少，迄款食足济啊。但系我袂让你看哈。很少。啊有啊，吃啊。啊有啊，毛吃啊有啊。虎山麦有饲无？无吧。有当时啊，有个人会食着，有当时啊是会食袂着，但是迄饲是会吞食。对啊，无三万来吃饭呢。来要吃红梨，一包唔免500，四啊五，来400块都400块2公斤。红梨我今都唔敢画，我去起来画400块嘞。啥物吃红梨？几包瓜地2公斤，来三个，两一包350，买了300啊。我袂起吧。来啊，要吃普三万来1000块，我得三大个，这也要三大个。来1000块普三万，来一只哩，来落啊我。来两只哩，来
来三条，你一千块买无啊？来四条，你套起套起一个哦。讲好你五只，来一千块，个人买五三万不用广告，五三万拢买了哈。来五三万个五只。免费学校喽。来一千块，个人买五三万的，赶快五只。有来哦。一千块，个礼拜有来哦。总总五百了啊，五三万。谢谢，你们可以看。威宇也下班了。威宇下班一点没有啊？谢谢。来，好嘞，拜拜，陈阿姨。威宇。来，陈阿姨多，三杯车，我爱讲，他歹看，因为伊无票白，他没有票白，就是跑起来很香。你等于搁切较细点。你个唔要弄大。对啊，炒韭菜，炒韭蒜头，做只做拍咩？因为伊无票白啦，所以只无看。来，我要借两百块完。陈阿姨多来两百块来，你先叫我私密哦，好，我准备私密哦，我准备私密哦。我还要从哪位啦？贴一下哦。我就是被下班啊，你今搞阿妹妹收钱呢。你请私密了，私密了。有接到吗？陈阿姨多两百，伊多无少呢。你放在那边干嘛？他讲几次了？你为什么都记不起来呢？来，两百块来。哦，不是小文哦，不是我。OK OK。杨聪啊，要收钱？不用啊。三个。没有人拿钱了，收什么钱？来，你都能到后来，啊，收好了再赶快下一个动作啦。收好，你挡住了。来，到你呢？哎呦，陈阿来，哇，回去热情嘞，好饿啊。陈阿姨都能到，懂我没？嗯，哦，啊，叶老师发表哈，来来来。老师教的好。哎，几个买啊？三个。三个好。我讲我未加冰的哦，这规盘拢鱼多重量了啊，无冰哦。这两百块你敢买会到吗？买袂到。尾鱼肚哦。快差钱了。这是尾鱼肚啊。两百块。鳗鱼啦。嗯，哇。一来两百，多三个买俩好，感谢恁三个，感谢恁四个。都卖炸，四个，几个？跟阿伯讲，四个，五个，五个，啊，够有人去多买着无？啊，那无我就不爱等啊！哦，来春节人可以去多，两百块。来，陶晶晶，来六个。哦，安尼个，冰角哦，冰角在顶面这块啊，下底是完全拢去多啦。哦，来，来转过去给人家。无票费，所以是无。啊来来，好，等下这上好起来。又被迄个鱼多的味就糟了。来个一个上个，好，谢谢，结束。我记得小文的脸书好像就是黄怡文吧。来讲到后尾。我记得小文的脸书好像就是黄怡文。南洋咖喱秋蟹五十块钱一个。梦罗。玉伟，我讲今天这金胸起来吼，明天到金狮舞再说。欢乐欢乐的啦，因为这两天卖外口卖一盒两百包，就这样了。我们的好邻居就有在卖了，就是冰箱单。OK OK， 我家就是你家，冬天再来，冬天再来。小七，我袂让金家讲出来，伊讲就忘，哪会见面？我袂让金家讲。真正预购299的一盒呢，内底有两只，两只秋蟹，啊，它已经熟了，你回去加了。后面有一包咖喱酱，应该有墨西哥蓝瑞吉巴，就这样吃就好了，非常好吃。来，免五百，黄靖文，两盒六百，黄靖文对不对？来五百块，是黄靖文，来五百，你应该叫黄，是黄靖文。但是我来讲，为什么我大你了钱袂灵？因为人进过咧卖呢。因为一个差不多够三礼拜时间，你吃完咖啡拜托，也不是在了解那边。我再想一下。哦，几号？我跟你讲。我拿一下哦。哦。来，8月28号之前，你把它吃得完，你再买，我了解无所谓。啊，亏你啊，没了外啊。来，免我包。来，三百二，就姐妹来。黄文英。南洋咖喱秋蟹。黄文英。真的啦，这个300块买不到的。啊，黄文英不是啊，黄文英是我家隔壁。隔壁的隔壁的人妻啦，我记错了。来沙发，后来南洋秋蟹，大哥你别加呀，来沙发哇。一盒两两吃，上面有咖喱酱，300块。我讲了加清楚。烤箱用气炸都可以。烤箱气炸锅拢会使。我你讲干咩料啊？恭喜。你一定要买。
这个明天过后就没有了。300块多少钱没有？凤螺记得你哦，一包明天进四五。我讲今天啊，以后你买买这物件，真正是一克200几的。你明天进四五再讲好不好？安怎啊？进四五的人去啊？你讲明仔载要200凤螺，我讲哪有多，我哪无，我无多。哎，要几箱？对，你给我捧着呀。这真正是餐厅的物件，起来吃好，恁吃300块多少一个金钱哦？爱记得吃完哈。我了其实无所谓啊，讲真诶，这300块买袂着啊，500块买袂着啊，卖讲300。我要用绝招了。小冰冰，小冰冰，你老几分啊？你该五 K 啊，好吧？因为我是本就是4K 啊，300，我网路咧卖啊，2盒150，4盒300啊。我想吼，了了诶，真多说啊，来300，5K 啊，你来。超好吃的南洋咖喱秋蟹，300块，好呀！我给他买两天，都不可能300。8月28一定爱好，会记得吃。其实你若会记吃，会记你吃就吃会完啦。哦，卖讲坑的，冰的啊，大叫你去拍嘛去看电视。来300，南洋咖喱秋蟹，还有谁没买到？都有了哈，好收起来。黄小文，这个不用包不，嘿，你收个，三把拢去。对不对？厉害啊！来。素形低豆汤来开300块的四神猪猪汤，有谁要吃？玉伟，你明天我点没料料呀？你明天再跟我弟讲啊！500块两天啊！你要留到金师傅的话，明天一上线，我弟主播一上线，你就跟你四神猪猪来说你要弄料啦，弄料啦，快点吧！明天金师傅，明天金师傅，来500块就准备了。那现在你跟他讲的话，他也没办法帮你处理啊。爱控制两包，恁亲戚敢要？我卖卖500啦，啊，剩四个人家买袂着就卖啊。后明仔载你着较早来，甲买着来，亲戚拢了啊。光头去赚啊，一个两包，免500、400，来300块，我300块来。四神猪猪汤有。